好的，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图像的放大和缩小，观看。那么缩放工具，大家知道啊，对图像进行缩放的。当我们选择缩放工具以后呢，点击图像时会对图像进行放大。我们可以点击右键呢进行缩小、放大、缩小或者实际像素，按屏幕大小缩放以及打印尺寸。那么在放大过程中，如果我们按住 Alt 键，它的这个图标会变为减号，看到没有？我们再点击以后，它就会缩小图像。那么调整窗口大小以铺满画布进行显示。大家看一下，如果我在选择一个范围时，大家看，上下方面来讲并没有问题，左右方面有问题。我放大以后，调整窗口大小。那么当如果说我们在对图像进行收拾修呃这个修复时，我们点击一下，它并不会进行发生变化，对吧？它窗口缩小了，但它不会发生变化。那好，那我们把这个窗口大小以铺满画布，调整窗口的大小以铺满画布啊，注意是调整窗口大小。那么我来看一下缩放所有窗口，就是说我们在放大和缩小时，它不仅仅会对单个图层进行缩放，也会对我们当前的图层文档图层中的图层有几个文档就可以几个文档进行缩放。大家看啊，勾选缩放、放大啊、缩小是吧？缩小，OK。细微缩放，它主要是指对我们的图像中的边缘进行细微缩放。它处于 OpenGL 绘图加速功能使用后，才能勾选细微缩放命令。勾选细微缩放以后呢，我们看到啊，在缩放图像时，它放得非常小；放大时呢，非常非常小。步骤不是像我们普通的一样，一放一大坨，一放一大截啊。那么细微是一点点、一点点的放大啊，这样理解就可以了。缩小，我们按屏幕大小合适，缩小，减，继续减啊，那个重去掉。好，那么实际像素刚才讲过了哈，实际像素讲过了吧？当前的实际像素适合屏幕的大小，填充屏幕，整个屏幕填充完，打印尺寸，打印时我们可以观看预览时的一个效果。窗口执行排列，将所有内容合并到选项卡中，将图像进行缩小。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缩放工具。在缩放图像时呢，我们可以按住 Alt 键加鼠标右键进行左右进行左右缩放。那么在我们的放大镜工具中呢是不可以使用的，在不是左右缩放啊，是按 Alt 键滚动啊，滚动键上下滚动。也可以选择 Ctrl 加加号键放大，Ctrl 加减号键缩小，这也是非常方便的。这快捷键呢用的非常多啊，用的非常多。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方图啊导航器当中来观看导航器中的参数值，比如说放大100%，原图显示100%的效果。拖拽滑块进行放大缩小图片进行观察，拖拽位置进行观察啊，那这也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是我们的放大和缩小的一些简单手法。